你一定不知道的冷知识之俄罗斯的桑拿文化，相信每一个人都去浴池洗过澡，也都在浴池里蒸过桑拿，但你绝对不会想到洗桑拿这个事儿其实是从俄罗斯传入我国的。桑拿桑拿其本身就是源于一个俄语单词 sauna 的音译，当在中世纪时代欧洲人不咋洗澡，而通过香水来掩盖体味的时候，俄罗斯人就已经发明了桑拿。今天就带大伙看看俄罗斯人是怎么洗桑拿的。在俄罗斯的农村或者在城市里有自己房子的，几乎每家都有这么一个小木头房子，这也就是俄罗斯人洗澡蒸桑拿的地方。看看俄罗斯人蒸桑拿战斗民族养成记。妹妹你吃饭没？也到了十万没行，我可以看俄罗斯人蒸桑拿小桑拿房。哎呀妈哎呀，你吓死，看看俄罗斯人怎么战斗民族养成记。看搁这换衣服。哎呀，看看着，搁戒指就行。搁戒指。往里去推呢，往。来没那是这里人是教学机了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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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行，看了我这个蒸桑拿的全过程啊。看看行。热热热热。哎呦这太热了啊。100度给你们看看啊。100度。干就完了。добавили вот можжевельник。俄罗斯人最爱。можжевельник。老爷放的精油，这屋里得香，香喷喷的。最狠的是蒸完桑拿后，呱呱的出来就一顿上雪里头一顿整，说促进活血化瘀呢。你他们这玩意吓人不？行了，兄弟们，这回明白桑拿桑拿的是咋回事了吧？最后老爷说了，他的粉丝来俄罗斯，他请你们到他的小院里蒸桑拿。баня сауна один такого. Кидаться называется сауна.